Hello， 深夜油炸串串，还搭配一份清补凉，真的是夏天解暑神器。我今天这个爱心碗还蛮大一个的，我倒两杯吧。里面还有很多谷物配料。皮韭菜，我就爱吃这种淀粉肠，超级香。炸茄子，包菜，这是我见过炸包菜里面炸的最不焦的那种了。很脆，很新鲜。这个你们绝对猜不出来，这个是炸粉果。这个是炸藕片，跟你们说，这个炸粿条真的超级好吃，一个是包韭菜，一个是包火腿，特别特别香。太香了吧！
底下还有超级多的一些谷物配料。那我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啦，拜拜。